你身边也有猖鬼朋友吗？我因为在外面兼职被公司开除了，兼职的事儿我只告诉了琳琳一个人。你们平时关系那么好，他这么做也太过分了。平时我处处帮助他，照顾他，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？琳琳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清醒了吗？清醒了就好好回忆一下，我为什么会这么对你。腿看，还说想摸摸我穿的衬丝吗？这里是公司，以后麻烦你自重。你算老几啊？关你什么事？我林念，张哥就是跟我开个玩笑，你别误会啊。林林也挺不容易的，爸妈离婚早，他爸还总是动手打他。怪不得小张说他情绪不稳定，好可怕。给，谢谢小薇。嗯。你花香水了吗？好好闻啊！我刚换的这款蔻驰雾影玫瑰，初闻是清新的花果香，后调雪松的木质味道会让人特别安静跟放松，整体轻盈柔甜，甜而不腻。它调香里的反差感啊，我也很喜欢，看似俏皮明丽，实则温柔大气，自带力量感。裙子也很好看，一看就很有质感，而且它旋钮锁喷嘴的设计也很巧妙，出门放在包里也不用担心洒漏。正好我的香水用完了，姐姐我用一阵啊，等我买了新的再还给你。你们俩感情真好，跟亲姐妹一样。那是。那下班了还不走啊？我阑尾炎犯了，你送我去医院。我男朋友都到楼下了。你这阑尾炎老毛病了，不用去医院，回家躺一下就好了啊！我先走了，你路上慢点啊。琳琳，我跟男朋友吵架了。男朋友说话，男朋友说。这样呀，那边的事我先挂了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，恶心的事你做的还不够多吗？现在离职了还要在小薇面前搬弄是非，你别胡说八道。你们都冷静一下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是吗？那这也是误会吗？小薇又先有新猫了，装什么呀？说不定老公早在外面才进票了。琳琳，之前是我不对，你记得大学的时候我还借钱给你呢，那些钱我早就双倍还给你了。这瓶雾影玫瑰香水还给我，以后不要沾染我的东西，也别让我再看见你，否则以前的那些事儿我会连本带利跟你算清楚。